姐，人家我有讲来这边做咩？来这边做咩？大家讲来这边咩？海关。哈哈哈哈哈。海关啊。再一次，再一次。我跟你讲，我一开始海关，然后一帮水缸顶了。海关，海关，海关。海关，海关。没有没有。没那个错，直接来看看。感谢主，来这边做咩？海关。他把你这边，你讲加油，来讲。加油。在路加油的位置啊，我给他做啥呢？做路加。当时的时候，那想未成家是件见笑的，那人系可能感觉讲你无福气，你是条招糟的查某。那这查某人呢，心情真无甘愿，心内边真痛苦，就是伊未成。咱看伊安怎来向上帝来祈求，咱看啊。这篇文章记载，以法莲山地的喇嘛说，有一个以法莲人，名叫做以利加拿，以利加拿就是。这个哈拿的大伯人啊，是苏弗的玄孙，托户的曾孙，以利户的孙子，耶罗汉的儿子。一两个宝，一个名叫哈拿，一个名叫皮尼拿。皮尼拿有查甫，有查甫囝，有大伯囝。哈拿无怪查，啊无怪囝子。这人每一年拢在恁本城大概四罗敬拜献祭和耶和华，办本子耶和华。在迄边以利的内囝和伯尼加腓尼哈，在迄边做耶和华的祭司。以利家人每一年献祭的日子，将祭物分予伊的内部，一个就是皮尼拿，一个就是阿皮尼拿所生的囝。和哈拿确实相分，因为伊特别爱哈拿。无办法，耶和华无和哈拿有家子。皮尼拿见耶和华无和哈拿生子，就做了伊的对头，大大激动伊，要和伊休妻。每一年见耶和华的圣殿当中，伊家人就将相分给和哈拿。然后皮尼拿乃是激动伊。和伊好未停，无食了食饭。伊个翁伊只人对伊讲：“哈拿，你好咪事好未食饭，心内忧愁咧？有寡无比十个囝搁较好吗？”伊人在伫四楼食饮了过后，哈拿就徛起来，即使伊哩在了外边将个门闭治疗，哈拿心内就坎坷、痛苦，都真正。当年来好几多个的摇丸头前，下官讲摇丸骨之后啊，你那是推车，你的这啊、这个查某囝的心情啊，个人唔通忘记你的这个皮尼啊，查某囝啊，何寡一个囝，我得叫何伊一世人不要摇丸，无也剃头都剃一头。哈拿在伊摇丸头前无停的祈祷。伊哩就看到伊个嘴，然后都想到啉酒醉呢。伊哩就对伊讲：“你要醉到几时呢？你袂应该啉酒。”哈拿回答讲：“主啊，唔是安尼款，我是一个心内痛苦的查某人。其实清酒、甲浓酒我拢无啉，但是我摇丸头前就是讲我的心事给人听，唔通将。”阮查某看作无正经的查某，因为我予人激动，真正痛苦，所以祈求到当今。伊哩讲，你会使平平安安退出，愿以色列人的心温顺，温顺来祈求。哈拿讲，愿比如在你面头前无温，因为咧款，即、這个困难就行走去食饭，面内面无搁再有空
苦了。第二早起一起来，就你要我头前敬拜，就为了就对了喇嘛，就你出来，伊你请呐，就家己个大忙，要我过量。哈娜，哈娜就生了，日子我就生了一囝，伊就许名做撒母耳，这个就是讲到，这个是我大弟耶和华那边做起来的，求来的，感谢主耶稣啊！准备期间在上帝殿中，就生个哈娜嘞，十万年去到圣殿里去啊，是不是？一去到耶和华圣殿，伊带了伊的生命，带了伊生命的痛苦的代志去吹耶和华。那今日相反嘞。今日咱做准备来滴，咱大家想一个目标，要大滴这个圣殿做啥物件？就是求耶和华。但是要求耶和华，要求啥物？我想讲要加求，加求啥物件？大家讲加求大就好，加求大就好。那来到上帝面前，唔通求小就好，你要求就求大就好。咱看，那每一年。兄弟姊妹，每一年一起到耶和华的圣殿，拢求一项物件。这项物件对伊来讲是伊的生命内面最坎坷的。这项物件就是一世人所未的物件。这项物件都是无可能发生的物件，因为伊旧年不是一年、两年，伊旧年是真正久了。伊看别人在咧生囝，伊看伊的翁去娶了另外一个来生囝，但是伊家己就是未生。兄弟姊妹，伊但是伊知影一项物件，伊知影一项物件，兄弟姊妹。一起到耶和华的圣殿，都有希望。阿弥陀佛，大家都有希望。所以来到上帝面前，你未知啥物件，要看上帝起。虽然你使看家己未起，但是你未使看上帝未起，你要加求。大家讲加求，加求，求大就好，求大就好。阿姊妹，咱基督徒未知啥物件，咱是心是大的，咱是心是大。咱是信息的上帝，听来伊会惊伊的上帝，伊暑假伊会惊伊来求伊，然后伊暑假伊会惊伊家长来求伊，所以今次我今日我咪需要，就准备来到上帝面前来祈求，来献愿，和上帝名谈到荣耀，因为你求谢谢，今次我，那等你做啊，你要来到上帝面前，然后你加求大，大呀，今次我。求主祝福你胜利，乃是做大胜利。求主祝福你家庭，予你家庭大丰盛。求主赐福你生命，今年来定都要完全健康。阿门。阿门。求主保庇你家己，予你家己成为正人的榜样，徛完无徛嘅，做头无做尾。乃是话哈密斯我叫你求，因为教会就要复兴。然后教会复兴就是兄弟姊妹复兴，兄弟姊妹复兴就是教会复兴。当上帝要祝教会复兴，就咪头一个要祝福我兄弟姊妹，阿咩？阿咩？头一个要祝福伊的兄弟，因为伊兄弟兴旺起来，点子啊？就是都对来祝福教会。然后教会若复兴，点子啊？一个市区的灵魂，世界的灵魂，拢会接纳到耶和华上帝，大天来中间。阿妹哦，所以之外，对眼光就准备清楚的知影来到主面前，就是加求，加求，爸爸记得讲加求。哎呀，之外，我都要讲，当你看到每年，我特别强调每年，当你求大祝福的时候，唔谈回心，大家唔谈回心，你记啊，细的祈求就细祝福。大的祈求就大祝福，所以当你求上帝的时候，你祈，你心就要唔通灰，你达年就要要做相关的祈求。哈那唔是头前祈求圣殿求神物件，乃是达年就讲达年，那你注意到啥物件？今日请问，这些事情咱会祈祷，咱会祈唔着，咱会祈祷咩嘛？咱会祈祷，咱会达到上帝的面头前，咱就会继续不停的来呼求上帝呀。乃是达到你直到个成功为止，大家直到个成功为止。成功为止。因此，我们祈祷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咱求的东西啊，咱就无想无放在心内。等你下关今年，明年再下关，后年再下关，今日千万都别记，上帝要给你生命大福气，知不知？有意点声，大家有意点声。有意点声。哈啦，大年你记无？无谈着，
但是迄个字典，你去了才读到了，感谢主。哎、欸，你为了这个机会，机会来帮读放下，加加今年，如果是读到了才，阿妹侬，今年就是轮到你了才，阿妹侬。所以希望你既能做几多多的人，你会明白了，因为思想要常常要知影啥物件，咱人袂永远无的。基督徒袂永远跳，阿妹。这边我乡亲买车子，我知影，唔差真跳。我保证两个在跳，哪里跳啦？阿亲的话，有啦，无累啊，爽香啦。古早较好较歹听都不是，古早衰啦。古早是挖墙墙倒，挖地了死无啦。无了，今年都对来个无了，隆重比字摆起来了。因为阿咪输咧，爸爸你记不啦？因为路是主的家己咯。阿妹，我该讲一声，该讲主的家己，就好些的，该讲哪里啊？感谢主，要相信，心内要相信，要知影，人是主的家己。但是我下蛋在等你求，无，但是机会很重，所以你祈祷个起码都还祝福，唔通放手。继续，大家祈祷，日子到，点声到，听到祝福你，阿门。大爱祝福领到你生命当中累积，加条件关系，就是你生命条件，是不是到上面阿位？是不是？你一直在关注你生意阿位？大爱祝福领到你生命当点声有关系。当然，那咱系教会，从来清楚知影，咱系上帝唔想调变表上帝。阿妹咯，因为做咩表太少，全凭你们本身做咩表好食，一部分在多位，隆重多位。我是计较用心的一只白裤的负责人，我手头有钱一借去，隆重挂咩表，隆重赢掉几十千甚至几百千人，今日来到用心内面来受辅导，他们属于多位啦，就是叫。所以上帝未肯做咱人嘅，但是上帝做咱嘅生命，以及咱嘅根，可能结出丰盛嘅果子。然后，何路会祝福无带着烦恼？就讲何路会祝福？何路会祝福？无带着烦恼。意思是讲物件，你用享受旧家世世代代，这叫真祝福。阿门。所以，只话咁相信这物件，对你来求大祝福，点子啊？主派坛呢？意思讲如大，阿门。啊，所以对你求一个大祝福，点子啊？有意点子啊？又一时间，又一关系，又一条件，等你达到上帝门达到条件来了，等你达到上帝还达到的条件咧，你看到代志开始丰盛起来，阿门。所以有通放下，你要加求大祝福。第二那句话，要来听来做咩？大家讲加求大吉祥，加求大吉祥。你看第十集，我哈那心内痛苦。都听听，就来好嗰啲上帝头前，注意啊！你祈祷有话，你祈祷有话，祈祷有话。上帝就咩属格咁快人啦，就是有大眼光人，咪讲大眼光人。大眼光。你话圣经嚟嘅记载，几大人就点俾你？头一个就是凯勒，凯勒。那凯勒大啲玉山记第十四章十个十一节里边讲，就是八十五岁，但是伊帮助伊个即个兄弟在那拍野战了，伊家己要退地，对不起啊，伊经对坎坷，伊经西布伦，西布伦就是当今的犹太人，西布伦就是王家大所在，西布伦是对水的所在，但是对派派的所在，伊就是八十五岁，伊对了玉山讲就物件，我古早的灵力安怎，今日。本想法想家当初摩西派我去拍战，又唔使甚至俾人攞去。但是伊眼光无老，伊眼光无死。兄弟姊妹，你要趁着大嘅福气，兄弟姊妹，你就要有大嘅吉祥加求。那兄弟姊妹，一人未生子，兄弟姊妹，这是坎坷过来生啦，未生就是未生啦，变成生，对唔对？但是伊棒啊，无改变。一意上无改变，伊总是相信人看未到未未成，我家己的情形未成，但是我祈求摇华的东西啊，伊就可能会成，阿妹。感谢主，今日你看也未成，你感觉未成，但是
型，头先都唔是挖过，都隔啲，唔是挖过情形，都挖过油画，得唔得啊？呢嘢成，阿咩？你经摆屎，你挖过你上帝，你挖过你下边嘅，你下边上帝创造污浊粪便嘅上帝，叫施礼学话学保兵嘅上帝，我喊你听嘢死。他又大弟兄，还记得？在外三年，外十五三年，我还没讲过，我差点讲我问不在，我信我相信上帝，我家族吧，我家族吧，我哋对内就是头前嘅人先，就是几十三人，我家族吧，自己稳定等结婚，你看你平安呢？今天我做咩办？我做办，咱有一间三千人的口味。我唔知个平台，周围我的款会砍去买钱个大有哩，但是我做办，我系办无停止。我做办，咱个口味开五十间口味学上帝，我做办。做梦，弟兄们，上帝是欢喜。我看到当我做梦的点声，上帝祝福，上帝传命。到底我个生命，弟兄们，你们做梦，你们做梦，你们做梦，你们成为一个上帝哈咪款人，上帝的目睭哈咪款人，你们做梦。你若笑咩？好事，好事为着哈咪，啊，你们笑。好事为着你坐大车、大厝吗？啊！是你好势起来，你要大大祝福上帝圣殿，你要为主大大做工，有做吗？有做吗？上帝欢喜的做吗？通常咧做梦的人，人只嘛咧祈求信心人，大家有信心人，无信心人唔敢做梦。哎呀，未啦，未成，唔敢，未啦，无可能，这是无信心人。通常咧小人咧做梦。你相信神啦，因为相信伊不是伊做，伊相信伊的上帝大个喊伊家己做，阿咩咯？你要相信神啦，相信你爱做，你必须做，你敢做，你听话，你要改变你经济，要上帝要改变，你咪哇，感谢主，阿弥陀佛。所以你要锻炼，今日你上课未好记，有冇听未到？我咪讲，你所求的定着成就。定就成就，阿妹，定就成就，阿妹，我讲一下，就是我讲一下物件。我苦苦哀求，你别在你上帝面前做对人生吧。咱做人也之外，唔能空空的对人生，不能普普通通的对人生。咱要在你上帝面前，甲上帝讲主啊，我就准备应了你名，对我生。我要在生理界，我要在生理界应用主的圣名。我要在你工厂，我要在你工厂应用主的圣名。我要在你学堂里面，大的学堂里面应用主的圣名。所以上帝应允在圣经里面讲，敬畏耶和华，遵行伊律的，如今改变人，伊要做头无做尾，徛稳无徛的，即上帝应允给你圣名。听清楚，几多道路无相信，你若相信，今日会圣名会改变。阿门。所以你上帝来做吧。你加做吧，唔通放下你吧，继续行，看上帝一步一步祝福，让你成为一个真正丰盛、富足、亨通、平安、蒙福，甚至大大应用主的圣名。阿门。阿门。好，下面最后，来看，今次来加求咩？来讲加求大事哦。加求大事哦。注意啊，看，生活三分之上，头一条第十一节。等于基督耶和华在边下官的，咁就系讲真话。若万军之耶和华，你若是讲跨过你比鲁的苦境，个人唔通忘记比鲁，何况一个囝，我就要予伊人一，我就要予伊一世人归服耶和华，无用剃头刀剃外头。我为我这个人讲要成囝，然后生了囝咧，伊将囝交予耶和华，做虾米人？一个摩，一个撒母耳呢，是住伫当时叫做拿西尔人。拿西尔人呢，就成个黄金会烧呀，神父呀。OK， 然后伊一世人袂使剃头，
都会大的圣殿那边来搞圣殿寺庙啊。但是主要讲物件，他那无惊，他那祈祷那边从我生出来我行路对，那有惊个无惊？我们正常。你让我生出来，但是我行路对。但要怎样？你那是有时间惊啦。那不如讲，阿不然你生下，哎呀，你生好玩样，好玩样。对不对？白无可能，对不对？我偷瓜来钓鱼，但是这个虾呐，伊做了啥物啊？伊在等你下滚下滚，等你下底等。跟你讲，上帝，你那是好啊！在等你讲主啊，你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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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对？跟你，伊下了几关，用主啊，你那是好啊，下滚对。我隆重下滚对。那是什么？这是一个死亡，这个死亡。帮助上帝心，大天之雕第二十节到第一节，这边有发生了咩？以利为以利家那个人母之福，讲番话言教话，要这个为难过孝顺后代，代替路大要话求来惊，伊人要归去，伊人归乡去，要话看过哈那。一个在有心生了三个囝，五个查某，迄个囝三位大滴摇花，然后整渐渐大汉。但是把你看了没有？等于希望上帝一个东西，上帝可以改来用改，改改，改。那其他人，真正是做人，都唔知用几多的秘诀来做咩。祈祷的秘诀就是帮助上帝心，只要祈祷的故意的这个圣经环节里面，圣父的环节来写来发明，不是要成就上帝，成如加贺上帝，大家加贺上帝，加贺上帝，如果加贺上帝，咁就上帝都加倍祝贺，如果你加倍祝贺上帝，上帝果真加倍祝贺，都写你发明环节就得啦，你讲，后面数阿弥陀佛唔使，那系上帝就是阿弥陀佛，明唔明？伊咧何路感受到伊咁嘅内容，伊咧未用信心来挂过你，所以你看我一挂骨，我同你讲讲圣经嘅话，就咪三挂骨，非常淡薄妖，淡薄妖，伊根本都冇上面，即系伊啲人都同我食先。但是伊旧家伊脂肪贵，伊离离婚嘅又冇打，一指标咧，等于何生，你就未打，你就卖何，人哋先话你话做人打。所以我跟你说，我是一世人做这件事，我才怕的，我是分钱的什么的，我过头的手机水到好像我有鸡号，没鸡号就是这样，你看，我怕，我怕得罪我上帝，我请我上帝就不做我的，但是我不会去，你要加求大事吗？怎么求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不会对你主人的家家黑板主啊，那是要做我，我要安怎做好了对，哇这个我跟你说，这就是秘诀。不然叫我，我咪好咯，点样咪好咯，对不对？你话，我跟你说，那是讲会祈祷，会祈求，那帮到上帝心，系咪先？好起来啊！你都何止上帝何路改啊？咩我拍天嘅嘢啊？你啊！叫加倍加倍嚟叫学，之外会被上帝关注，都还是啊？之外会被上帝关注。点声点重要，愈对愈卡求的点声，上帝加好愈，但是要爱的点声。所以要相信这物件，对哈那这道理，哈必须谈着，你求了上帝心，因为上帝要兴起一个伊那生意，在你当时来做一个叮当鬼式啦的工作。生意是大伫圣经里面最出名，做一个事实，做祭司，甚至做先知，最高位的人。然后甚至大地的生啊，圣经记载里面是篇幅啊，大地圣经记载伊物件对这一个事实来，听得清嘛？伊是大地当时里面对伟大，也其中就是上帝的目的，上帝的形象，上帝要大地生命做咩工作我唔知，但是前面我知，上帝人接好过来讲，伊有伊的意思嘅，一点都不会让人。用咱人伊的祝福来去祝福你，用伊予咱的祝福来改变、来生命、来建立上帝国，所以要祝福。
所以你要谈到上帝，最好跟上帝谈上帝，关键到底你要帮到上帝先，大家帮到上帝先，帮到上帝先，你都帮到上帝先，弟兄姊妹，上帝好大咗，我想讲嘅告诉你，我嚟讲唔系，我只好人，只好人情面人，后面唔使嘅，但是咧，我只好嘅惊，一无就是。一无家己，无亲戚，所以老的人家看你家己很病。你看你出来结婚的那第一大堆呢，钱出哈咪？你就晓得办法，你就看到这个孝顺的人，安尼无类的送养，无的款啊，也这个物件祝福，还有需要人，是不是？对吧？来给我无家无钱啦，啊无保无搞啦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所以话你看小的人家要下条布条。还是布条大滴，这条村的这个村口的，然后就下来来看，几块几号来我厝的人，哈咪拢会使行。大家看咧，真无人相信，你看看看看，无人相信啦。那刚刚你进来点声，可能未通等无人来行，就拄到一个囡仔，囡仔就看伊布条条来，就问伊囡仔讲，伊囡仔问阿爸都。啊！这老人咧就讲伊囡仔，我伊也是鲁马苏鲁马谁啊？鲁马阿阿爸不了解。伊就孤独啊！伊就上次来伊边咧，就改更一个更一个大个 high five 啊，是吧？大了边是吧？是吧？我记得过 high five 啦，还记得。上次是咧，迄个咧啊 ，M 妈咪好料一件对象，都是更了几大几股假佬，我更假佬了，你听。都跪迄个一个产地，即跪产地正常啊，正讲叫你，妈咪，一堆阿伯阿伯阿伯，你阿哩袂阿伯什么话啦？你听咧，真系小气小气的布条下条啊！你落去咯，结果你野上野进来，你野我话就拄着，后面都大架车，你咧做咩啊？这啊这去野不野上野进来，哎呦，这只船长长船霸。哇！规个江埔人顶人了，来学堂里扛啊，菜刀在那边扛啊，真快快快！刚走到伊厝里大爷大扫啊，扫啊扫啊，开始扫济人来着，乱啊！你敲嘛，只要你敲啊，已经死煞了。那就地头个车，诶，六七岁的囡仔，无穿衫，不知道？那就来看病，阿伯阿母伊厝内乱，你不要看啊，我不搭车，我不要看。你讲你今日来厝见呢？你说下面都挨下边的女人，但是人家对对了，有影无？有影，那个小小的，看了阿伯，阿伯有影下面你挨的噻，阿伯讲硬的噻，这人家小小的，那个对阿伯讲阿伯啊，我个做面筋的噻，阿伯讲有影做面筋，要有影要做面筋，你请教我哟。你老掉这个囡仔，我该怀疑，该怀疑老掉这个囡仔。你红叶想想，等下我上面还袂去做，你变鬼人，你咧大地上翘来翘去的人。等下，苏妈 stop， 苏妈 stop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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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op。在搞秘书，大家看咧，要不我讲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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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了。古早我无惊，所以我在讲话，你无惊，我袂将我所谓老话惊，隆重袂使惊。但是嘛，这是好事。但是来面传是意义，你要替到阿爸爸心的心业，你要晓帮到阿爸爸心的心。等你帮到阿爸爸心的心，隆重的所谓隆重的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欢迎进来，大家请坐坐，大家讲加油，坐坐哦。大吉祥，加油大吉祥，加油大树旺，加油大树旺，感谢主，感谢